就算是自己这个期待了很久的一个那个心情的大石终于放下了，因为其实对是真的人，对都会想说，像我朋友说什么啊，可能就是那个模型车给你看看而已啊，做效果啊。所以这一次看到实车，然后再加上其实这段时间特斯拉公司也都跟我联络，所以这些都是真的。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云林消费。那明年如果还有这个活动的话，就大家可以一起来参加，大家都有机会。我们非常开心的，连续三年的这个云林戳汽车的活动，那幸运得主呢，他们都真的是来云林，然后对云林也有很多就是景点的一个推荐。那当然呢，这么成功的活动，真的缔造了大家对云林观光景点的一个印象，那也真的吸引了这么多的这个千客万来。所以呢，这个部分呢，我们会来引领。是不是呢？接着还有这个由云岭抽汽车的这个 3.0 版，那目的就是让云岭的观光产业呢，真的可以就是大家的这个发光发热，然后呢，也让云岭的观光呢越来越好。